牙不好，所以他那个咀嚼能力一般。哟，还可以。你还想够着那个？小枣枣也买了一件，跟唐唐圆圆一样，是一个小号，适应一下。现在还没给它穿后腿的那根绳呢，所以这个披风有点晃，让它先适应适应，再套后脚。现在是前边的，刚刚爷爷把这儿给它剪开了一点点，这个腿更好迈一点。好看啊，小枣。妈的，没关啊！小猫嘴，好啦，这么灵活的，其实也还好，很松快的，是吧，枣枣？枣枣穿上这个雨衣之后，团团圆圆老来找他，哎呦！团团就缠着小枣，跟团团一样的雨衣，开到脱了吧，先适应适应就好。跟他俩趴会儿，今天是中秋节，然后我们跟娜娜和豪哥出来吃好吃的了，终于他们不用做月饼了，已经忙了好多天了。然后今天我们吃的这个叫海烧鱼，是冰川的一种吃法，我俩第一次吃啊。刚刚他们点了一个七斤的鱼，我的天，我们四个人，哇，好大的鱼，稀豆粉的那个豆粉。对啊，奶奶好吃吗？好吃。盯着你，爷爷太难了。饭后工作异常艰巨。这就是当时铺石子的时候的脑子里进的水。对，好看是好看，但是收拾起来不方便。不过最近我跟爷爷有打算要把这个石子的有一块区域出来做一点小小的改造，
对，所以我们就这么的放肆。爷爷爷一直说他手痒啊，想做点手工活。那好吧。是啊，哎呦，开心啊！帅啊，帅，绝对帅！就他正好是这种横截面的纹理，对对，特别适合魔爪子。他是，你看，他这样一圈一圈，对对对，他是一圈一圈，垂直方向拽，他是不容易拽下来。对，那他又有阻力，就方便猫可以爬。对，猫是这样的猫，对吧？非常合适，呼伦好稳，下，嘿，下山。呼伦和小嘴还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儿呢。小黑，他为什么不跳那个板子呢？他一定要这么爬上？他真的是爬树哎！对，他喜欢爬树的。嗯。他从这儿就上来。嗯。哎呦！小枣，小枣多勤快，人家都知道跟这儿爬。对。